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哇，挑战一顿只吃网红糖九件套，我们一起融化糖果吹泡泡，谁吹的长谁就先吃，而且每个格子面东西必须两口吃完，失败就换人来。 OK， 一人六颗糖，来预备开始。我哥总是如此的机灵。Later， 两个人都融化差不多了，来一起吹，看谁吹的长。预备开始。嘿嘿，我领先一步。哇，真是高手。哇，而我哥这边断断续续的，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、啊。这跟鞭炮一样，今天的我就像开了挂一样，晚上瘾了。这两天都是我先吃，先拿一格我觉得最简单的碳烤火腿肠。哇呜，三个各剩一半，接下来一口没问题了，还是那种没有肉的味道。清空嘴巴来第二口，轻松完成。第二个选这个吧，再来一个网红圈圈糖。哟呵，有点儿难扯断啊。今天的真不错，里面白白净净的，吃着也没苦味。今天的圈圈肠最有嚼劲。完美解决，第三格我来找你啦。大一格，看着有点黑乎乎的，吃起来软软糯糯的，你尝。软软的特别好塞入口，嚼一嚼多吃进去一些，我也一口吃完就所剩无几了。我哥在后头默不作声，但动作及表情表达了一切，跟吃粽子似的。嘿嘿，第二口这就来了，成功啦！场上还是有挺多选择的，再来一根腿蛋肠。切开给你们看看里面的皮蛋纹路，瞧这皮蛋，都迫不及待地来上一口。好吃的呀！游戏暂停，接个电话先。喂，啊，行了行了，等我拍完视频再说吧。你换新款华为了？哪有，这是 Mate 40 Pro， 现在专门上的二手华为性价比很高，我这台才花了2699，比新款便宜了4000多呢，而且用的也是 5G 麒麟芯片，信号特别好，是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当然，这专是一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真人检测，只卖正品，上面的二手平板电脑也很不错，真心推荐，买二手就买官方验过的。哦，这一半共打。成功成功，来这个吧，再来一条藕节肠，像莲藕一样一节一节的，现在把连接每一节的绳子都拿掉。这个巨好吃巨好吃，嘴里满满都是肉香跟蒜香味，对第二口解决信心满满的。有点儿轻松的成功了，就你了。再来一个羊滚肠跟猪滚肠的一个结合，先来个猪的。一口没问题了，切开看看里面咋样。哇，里面全是油，把这些肠子的油都放走，不然我这一口闷下去估计得整够呛。吃完缓一缓，直接一口搞下去，真的过于猛了，太上头了。再来一根西红柿鸡蛋软肠，肉眼可见的西红柿鸡蛋，酝酿下来吧。嘿嘿，这一幕是不是很熟很熟悉呢？这个画面跟刚才的米肠似曾相识。那第二口没问题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么惨，赶紧放下吃口肠压压惊。伯爷，下一格我来啦，网红大肠包大葱
不开心真的很不开心，一岁请勿打扰。嘿嘿，我这种旋转式吃法你们瞧见过没？我言这俩真的要放一起吃绝配呀、啊、这大长头最肥最粗，哇，真香。看着手上的这些，咱就悄咪咪的把大长头解决掉了。再来炫一口大葱，嘿嘿，安排明白了，最后一格就是我的啦。玉米肠子，辫子肠，这也太长了，不知道这咋做的，真把擀胶拉满了。做好准备，那就开整吧。妈呀，这情况看着不妙啊！一股绝妙想法就浮现了，剩下打包回去当宵夜。